来，大家进来的 share 个 hi， 然后帮我分享出去。那今天我们请了一位营销专家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来带我们了解一下。那么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啊，这个互联网是今天我们啊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工具哦，最快速的交通工具。OK， 所以要怎样利用这一个互联网的技术 ，Internet 的技术，在 Online 上展开另外一个啊渠道，就是啊做生意的一个渠道。然后如何建立自己的品牌，如何啊再开拓一个新的一个市场。OK， 所以今天互联网是我们最发达的一个交通工具。今天我们要 meet 国外的朋友 ，meet 其他地方的朋友，我们不需要再驾车，不需要踏飞机，打开电脑直接马上可以 zoom 就 meet 到他了。给进来的朋友帮忙 share 出去一下，把这个 live share 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互联网营销渠道，要怎样去建立一个24小时不打烊、不用休息的一个 online 的这一个 marketing， 所以去帮你在生意上帮你去、做这一个、广告，跟你去做这个营销。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到底有什么价值呢？然后怎样开始？今天我们的专家 Vince 将会给我们带我们了解这一切。OK， 所以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开始。OK， 大家帮忙分享一下。OK，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来 Vince Day 来为我们了解一下，如何从 Step A 到 Step Z， 怎样去开始在互联网上。所以互联网呢，它是另外一个战场哦，不是单单只是说我们开一个 Facebook page， 然后这样子 share 就等着生意来，没有啊。Facebook 或者是互联网，它是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战场，它是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渠道，所以它必须去用心的经营，去投入资源，投入时间。所以今天我们要怎样开始呢？那我们就请这个 Wednesday 来为我们了解一下，带我们去了解一下，从 Step A 到 Step J， 我们要怎样开始。OK， 所以我们有请 Vince 你好。嗨大家，大家好。嗨 Zack 你好。Thank you 哦，抽空啊，这样子做一个分享哦。好，所以事不宜迟，我就跟大家直接开始了咯。好，所以首先我先 share 我的 screen。OK， 好，所以我的名字是 Vince Day， 我来自New Pages， 就是我们是主要是帮大家做business platform 啊，做一个网站，做一个网络营销的一个公司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我大概有做了几个单一的一个 topic 来跟大家分享啊，主要就是如何用365天24小时的营销员工哦，营销员，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把网站看成是，有些人看成很简单，有些人看成很复杂。甚至有些人会认为网站真的帮到我吗？有些人又从网站又可以被帮到我，这样子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经验。以前我做 marketing 的时候，我也是有在公司帮他们做网站啊，就是跟网站公司这样的 deal 嘛。但是发现的事情呢，就像Jack 说的，就是网站做了，但是没有人来，没有人自动回来。但是网站公司都说，做好网站东西就会来嘛。这样子到底是哪里出错哦？所以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大概跟大家来一个小小的分享哦。所以我把我整个 topic 分成三个，第一个叫做 all to all 营销，也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听到的 all to all marketing， all 这样子的哦。另外一个我会跟大家讲，网站到底需要知道什么哦？网站有它的原则的，你一定要去知道这个网站的原则，这样子你才会把东西做得更加好。那第三会教大家，你有了网站，或者是你正在要设立网站的，你要怎么样开始可以做所谓的引流哦，引流。好，所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它将是属于是顺序的。好，所以现在开始，那我们来讲员工嘛，员工，整个公司不管是每个公司设立都要有，可能都要需要员工。这样子员工哦，我就把它归位成两种，也就是。一种我们称为主动员工，主动员工就是老板们都不用操心，他最喜欢这样的员工了，就是他会跟你讲报告啊，他会跟你
你知道他的 process 做 what， 然后他也很清楚你公司的 vision 要做什么的。那还有另外一种员工哦，我们称为叫做被动，被动员工比较可爱的，他是什么？他是属于你要推一步，走一步，推，一推他才越走的。就是有时你会问他，哎，你在做什么？哇，他就很紧张了，他讲啊，我在做什么啊？这样子等等的，甚至你会问他，哎，你报告呢？你报告在哪里？整个礼拜有没有看你报告了？这样子的员工啦，其实他们不是不做，但是他们是可能是属于被动型的，有些可能有在做，但是他没有给你知道他来做什么啊。那今天主要跟大家把破打开这个，就是所谓的主动被动，我们来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的啊，也就是365天24小时在帮你做工的营销员工。那他就什么，他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网站。那整个网站方面，对不对？网站你一定要分成是有电脑版，然后还有手机版的。现在我们讲的，只要在手机你没办法让大家下单，这个就不已经不是所谓的网络营销了。所以手机是非常重要。好，接下来这个网站它一定要具备什么条件？它一定要具备可以帮你拉客拉人的条件哦，拉人的条件。那今天也可以看到，像我的网站，我大概做都不到一年，但是你可以看我的流量是大概整17千左右，这17千都是通过 organic 进来的哦，也就是我们说就是不是去买那个 AdWord 的。好，接下来那我们来讲，这个时候想问大家一些问题啊哦。好，所以你们认为哦，网络网站啊，你会把它当成什么？你把它当成网站，你把它当成是网店，还是你把它当成是你的员工？如果请网站的，对不对？请按一。如果你们认为它是网店的哦，请按二。那今天你把网站当成它是员工的，请按三。没有对跟错，这个只是一个我想知道大家对于网站。你们把网站看成是什么？把网站看成网站按 A， 按一号 ，sorry， 网站看成是店二号。那你把网站当成是员工，请按三号。我来看一下大家，看看大家会认为网站的吗？记得没有对跟错，不用讲，哎呦，到底要打一号啊，打二号啊，还是要打三号？这个东西真的不用去担心的哈、哦。好。所以主要来讲，对不对？我会把它分成这三类，可能大家可能之前都没有想过啦。所以我先跟大家讲，其实这三个就注定你看网站的形态哦。第一个，如果你把网站看成是网站，它永远只是一个普通网站，也就是可能你是 set 好了，你真的是放一边来，因为你把它只当成是你 company 的 profile 哦。那今天如果你把网站看成是你的店的时候，你会怎样做？你开始会因为它是你的店嘛，你会布置它的门面啊等等啊，你会把那些 detail 啊全部都放进去这样子咯。那今天如果你把网站看成是你的员工啊，这个时候很好了，你就会真正的去应用你的整个网站，也就是因为这个网站是可以帮你带钱进来的，带 inquiry 进来的，这个你就把它当成是员工。那这个员工哦，非常的很好，因为他真的在帮你做工，你不需要去推什么，他都在帮你做。但是真的这样简单吗？我们下来等下会跟你讲，真的是这样简单吗？好，那所以我才讲，网站你应该要把它看成是员工。今天我打开大家的就是 mindset， 就是可能有些人还是觉得网站是网站，网上是网店。我们来一个新的趋势，就是网站其实是你的营销员工，但是不是每个网站都具备可以做营销员工的一些条件。好，那接下来可能你们会讲，我为什么需要网站哦？这样多免费的 platform， Facebook page free 的哦， Lazada sign up 的时候也是 free 的哦， Shopee free 的哦，然后这些地方有很多人哦可以买东西。但是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网站这些网站哦才是你跟真正公司的。那这些东西其实只是一个 platform 来，今天你不小心犯规，比如 Facebook 你犯规了，他就把你踢出去，哪吒你犯规了呢，又把你踢出去， Shopee 犯规了呢，又把你踢出去。那你不是 online marketing 不是没有掉了，
这个是其中一点哦。那可能啊，这边我来不及准备给大家啦。其实你可以看到了，Facebook 啊、Lazada、Shopee 啊，最近他们都开始的额外的严格，也就是因为这个 MCO 期间嘛，很多网上，所以变成是他们会更加把守在这里啊。甚至我可以发现到的，我一个朋友的网站，他被 blacklist，他真的被 blacklist，就是在 Facebook 只要 share 那个 link 哦，是没办法出来的，没办法 display 出来的。所以你们要懂这个风险，free 的东西是 free。但是它的确是有自己风险，而且它不属于自己的。难道 Facebook 的公司你 AA 是没有害的吗？难道 Lazada Shopee 是你 BB 是没有害吗？不是，它永远都是一个 platform 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谈，想跟大家讲一个东西，拖延还有免费的东西，其实还是属于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你因为拖延，你因为要那个免费，可能你失去了更加多机会。所以，我们每次讲的机会来了，你准备好了吗？但是你都没有给机会来，那你不是错失了很多良机吗？哦，好，所以很多人都说 MCO 这个期间，MCO 是我们讲的 must go out 哦。但是在 MCO，其实你应该把整个 MCO 的视野打开。MCO 其实叫 must create opportunity，你一定要创造机会，机会不会自动来，但是你创造了，它就会来。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进入。第一个我们的 topic 了，就是叫做 O2O。那这个 O2O 是我自己设计的哈。这个 O2O 是从 offline to online，可以也可以从 online to offline。好，next，我们来讲，其实 O2O 到底是什么东西？O2O 其实它是有 online 一个 O online，一个 O 是 offline，这两个 O 它未必是讲 online 是 offline，offline 是 online 而已，它其实是结合的。哦，它是一个 concept，但是你是要会去结合。你从网上怎么样带到人家来到线下，再从线下怎么样让人家直接又再去你的线上。哦，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解了，可能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好，所以不管是线上，不管是线下，你都离不开所谓的我们叫做 marketing，也就是所谓的营销。哦，营销是真的是不能去忽略它的，因为我知道我很多公司每次一要 cut budget，对不对？他们第一个 budget 会看什么？cut 掉 marketing 的 budget，他们就认为 sales 是帮我们赚钱的啊，marketing 是帮我花钱的，所以第一个涨一定涨掉 marketing。但是今天如果你的 marketing 哦稍微的做的不是很好，那就不会有所谓的那个销售量哦。好，所以我们来讲传统的，我们叫做Offline marketing 也叫做线下的营销。那线下营销尤其是什么东西？第一个，你一定会有自己的一间店，你会有店。第二，你有店了，你怎么样做？你开始会去做广告，可能去拍 brochure 啊，去拍什么等等的。那你会通常在什么地方？你这个时候其实你们一开始在做所谓的引流，但是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其实在做引流。有些人可能去巴沙马那拍传单，有些人可能在一些卡巴。或者有些人可能在 tour 那边派传单，然后 tour 的信息在那边。其实你在引流啊，你就是让人家知道你的公司，让人家知道你有卖这个东西。好，接下来的目的，最后的目的就是因为要吸引流量哦，让这些人知道哦，在某某地方有一个这样的公司，他卖的东西是这样子的。最后把这些流量想办法把它变成你的 customer。你们应该最喜欢看到第四个的，就是 inquiry 哦，钱进来了，钱进来了。好，那整个 offline marketing 的 concept 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为什么需要派传单啊？为什么需要去给 brochure 啊，做广告啊，浪费钱去做这些东西？因为发现到了就是哦，你看，比如一个大城市，我们来讲，比如 Selangor 或者 KL，这样多间店，谁知道你的店？每个店都有自己的特色，那谁会知道嘞？但因为你有做这个动作，所谓的引流，你开始把这样多店开始让它变成小一点哦，变成一排店。那在一排店，人家看到你的机会就更加大，他知道这个加烂，这个加烂哦，你的店在这里，他就会过来。最后把人带到你的店，看到你的店哦，这个就是你的店。好，接下来人来了啦，人。那人来是因为什么会来？像我刚才讲的，因为你有做广告，你有放报纸啊、brochure 啊这些等等。但我发现到哦，
最强的整个营销哦，它还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人传人。我不懂在座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人传人是最 powerful 的 marketing， 也就是他对你根本基本上就有信心了的。你看，我介绍我朋友讲，哎，那个东西很好，很好吃，哎，他一定过去的，不用问多。或者刚才这个 product 真的帮到我啊，也因为是因为人传人嘛，朋友之间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应用了什么？我们应用了所谓的叫做关系营销，就是用关系，朋友关系，可能是家人的关系，这种也是属于一种营销方式，它叫做关系营销。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人家来到你的店了，这个时候就看你的产品服务怎样去打动那个人。那这个 product 是不是那个人想要的？这个服务是不是那个人想要的？看到吗？我是用所谓的 marketing 是一个词典，它吸引顾客，我把顾客吸引过来，它不是去逼顾客，它是吸引顾客，顾客心甘情愿的把钱交到你的手上，哦，这个叫做 marketing。好，从人家来到你的店到人家当你的顾客，也就是因为经过所谓的你有产品有服务，让他们可以跟你做 inquiry。 那接下来再讲整套东西，像刚才我讲的是 offline marketing 嘛，现在我们要把线上线下要怎么样开始转成线上，哦，线上。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你就要把你所谓的实体店这个时候应该变成 online， 那从实体店那边 online， 它未必一定要有 e-commerce， 它未必一定是要买卖，基本上整个条件就是先让人家先认识你，让网上的人家认识你，就是 ready buyer， 从可能一些 search engine 或者是一些网我们讲的叫做网上的 platform 找到你咯。好， next我们来讲，现在从 offline 转去 online 嘛，那 online 又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的？因为刚才 offline 我讲了四个点，那其实 online 啊 offline 有四个点，那其实现在 online 其实也是一样有四个点的。那什么点呢？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哦，属于自己的网站。然后，因为属于你自己的网站哦，人家不会去 compare 价钱。你有发现到吗？如果你带人家去你把它到 Shopee 啊。第一个东西，他们因为它是一个 platform 嘛，很多同样的商家，他就可以去 compare 一下钱，所以你的发现率就变低了。好， next 需要什么东西？你的整个网站哦，是需要所谓的叫做 SEO， 叫做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关键字搜寻，哦，关键字搜寻优化。好，第三，为什么会需要有 SEO？ 因为它需要帮你做 optimization， 就是把那些流量吸引过来，哦，来找你。好，最后也是一样，把这些流量吸引过来，想办法把它变成你的客户，把它变成你的顾客。好，所以我们来讲线上的引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网站，哦，一定是基本需要这些叫做我们讲叫做吸，可以吸顾客过来。怎样讲是吸顾客过来？今天有没有想找东西？是不是想要去 search engine 找？比如像 Google 啊、Yahoo 啊等等的。那今天讲找东西的时候，开始打这些字，然后 enter 出来第一面的，出来第二面的，或者出来第三面的这些东西，这些网站，你点进去，你就是被它所谓的引流过去啊，你就从流量里面被它引流过去它的网站，所以它的这个整个 theory 就是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来讲 SEO。 什么叫做 SEO？ SEO 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也就是你打一些关键字它能出来，哦，比如像如果你们在座的大家，如果你们试看你们打 The Best The Top Best O2O Company， 那么你有可能在第一边就可以看到小 D Vince 我的网站了，也就是有一个叫做 vincent.newpages.network 的，哦，如果你们打了这个字，你们可以试一下。好，那接下来用讲的比较没有说服力嘛，那我可能需要秀一些 example 哦。这个是我拿我两个其中两个顾客来跟你们大概跟你们分享一下。其中一个是我的顾客还是 Image Footwear， 他是在嘎江卖鞋子的一间店。好，所以这个是他的网站 imagefootwear.com.my， 然
然后这个是它的 QR code， 它是网店来的哈，网店。那现在我可能先确定一下，就是 actual 的东西，我就会用Google search 来当场找给你们看。那现在你们看到 Google 对吗？这个是 Google。好 ，Let's say example 啦，像刚才卖鞋的嘛，鞋的通常它就叫 sales retail selling 嘛，哦，我再打多一次。而且你看啊，我在座的大家，我是用所谓的叫做 incognito tab， 这个 incognito tab 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它不会有任何 history。有时你们会发现哦，在你们的 search engine。居然在你们 Google， 你们打的一些字是在第一面，但是在别人的他是没有出来在第一面，为什么呢？因为 Google 会记录你的 behavior， 他知道这个网站你看过，你喜欢这个网站，所以只要有关系到这个网站的关键字，他都会特别优先。但是请记得，他不是 ranking， 他只是在你的 display 看到东西还，所以你们其实可以用所谓的这个叫做 incognito tab 来 test 一下你们的那些关键字是不是在第一面。好，事不宜迟，我就打了这个字。好，但是有打 sales retail selling 哦，我按的。那这边通常你都可以看到这些，就是我们讲的 map 咯。然后下来你可以看到哦，哎，看到吗 ？Footwear retail shop Malaysia， 我就点进去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顾客的网站，也就是 imagefootwear.com.my。那他因为有做 SEO， 所以人家打这些字关键字都可以出来。他其实不止这个字，他包括你如果打 Lady Shoes 嘎酱啊这些啊，他都能出来。那你可以看到他是属于一个网店哦。好，接下来也可以看到了重点哦，是他到今天啊，哦，这个遮遮了一下啊。OK， 他到今天其实他的那个网站已经有大概整20多千人左右，20多千的浏览量在他的网站了的哈、哦。好，20多千的浏览量，你们如果想要看的时候，你们可以打这个 image full width 的 control mine 来看，或者是直接去 Google Q 来找他咯。好，那我来分享我第二个顾客，第二个顾客是做stainless steel 的，就是做 kitchen equipment 的。那今天如果你在 Google 一样咯，你打 stainless steel kitchen equipment 这样子的东西啊，那你可以看到哦，这边是第一个，这个是我们讲的广告嘛 ，pay-per-click 买广告的。那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叫做 namfong.com.my， 也因为有做 SEO 的关系，所以它的网站哦特别优先在前面，有机会可以给大家看到。那这两个顾客其实在这个 MCO 期间都有所谓的 inquiry， 就像那个image fullway， 它照样是有，就是在照样在网上哦是有买卖的，是有钱进来的。然后像这个南风的 Cotton Mine， 它也是有 inquiry 进来，虽然它不是网店哦，是有 inquiry 进来的。好，现在我share回我的那个我的 screen。好，所以刚才我讲的是 image fullway， 第二个我讲的是另外一个叫做南风，就是做这个kitchen equipment 的公司哦。我会这样子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哦，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些网站就因为有做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做 SEO， 它的曝光率就比人家额外的高，就有机会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讲，其实整个online offline offline online 的 concept 哦，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线下跟线上的结合。你千万不要认为只有 online， 只有 offline 要去 online 哦， offline 去 online， 它也可以从 online 带来你的 offline 的哦，线上结合，也就是把本来 offline 的顾客变成你是你 online 顾客，或者是从你 online 的顾客转介绍人家，让人家在 online 变成是你，也是变成是你的顾客。好，所以它整个东西就是线上线下线下线上的结合，也就叫做 all to all， 叫做 online to offline 哦。好，接下来我进入我第二个 topic，
第一个 topic 我们讲的是 all to all marketing， 我相信大家听过我这个东西，也大概对整个marketing 的 concept 也比较的了解，虽然它只是一个基本的。那现在我们来讲，其实整个网站有八个基本原则，你的网站如果符合这八个基本原则，你就可以把你的网站当成是你的24小时365天帮你做工的一个营销员，而且这个营销员非常很好，他一年只需要给一次钱，不用每个月给薪水，然后也不会讲他 result 好了还会跟你讲，诶，老板我要加薪，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哦，见我，你们一定要记得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好，所以这八大原则里面哦，其中有包括什么，我们讲的叫做 domain 域名，等下一个一个我会详细跟大家讲为什么 这些东西你们要去看重它。第二，你要知道所谓的我们讲 security， 你网站到底够保，我们就讲够 security 嘛。还有 SSL， 什么是 SSL？ 全部我会跟大家讲 IPv6 CDN CMS 这些字不用担心，这些字如果你们不会，等一下到我会跟大家讲解。好， Optimization 还有所谓的 Report， 你听到你的网站如果符合这八个，恭喜你，你的网站也就是你的营销员工，你要开始好好的叫这个员工好好的做工了。好，所以第一个 domain， 我们来讲什么叫做 domain。 domain 也就是每次你们说的你们的 www. 什么网站啊，那个就是你们的 domain。 但是在域名这里对不对，像之前其实我跟 Jack 以前有聊过的，就是我们发现到有时候域名最后不是属于那个公司，这个是非常可惜也是非常风险大的，可能 www abc.com 它是来自 abc 这个公司，但是因为注册的时候名字不是这个公司，最后拥有权不来自他，就很像你今天买车，那个车的名字不是你的，最后那个车不属于你，你买一间 property 不是你名字，这样的意思哦。好，那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客户，我就发现到他的 .com 他的网站啊，我就不方便透露是谁了，所以我就把它黑掉。我发的 .com 你可以看到他属于是一个网站公司的名字。那接下来我就开始 WhatsApp 给他了，我就跟他讲，诶，我 WhatsApp 过后打给他，我跟他讲，我发现到你的这个网站啊不是属于你公司名字的嘞，你知道吗？他讲是咩，是有这样的回事。最后我就 send 这个东西给他看，然后过后他就很快的去跟他那个网站公司去沟通了，过后网站公司那边很 OK 啦，就是直接帮他改名，直接通过 email 来帮他改名哦。好，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的，域名一定是要属于你的。好，来我们来讲，像我刚才我的顾客 image full way 的 condo 买嘛，你可以看到他的域名是属于他的哦， register 是属于他的。好， next 我们讲的就是 hosting， 也就是我们讲 security。 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大家你们是不是已经有开始有网站了，那有网站的你们是否知道你们的网站的 hosting 在哪里？我每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晕了，哈， hosting 在哪里？有些人讲我不懂哦，有些人讲我都放在美国啊，有些讲我放在新加坡，那也有些人讲我放在马来西亚。诶，你们听一定要知道，不是讲放在马来西亚就 low standard 啊，这个东西一定要排除掉，不是讲马来西亚的 hosting 不好哦。所以我们最主要讲，我们先不 compare 是美国啊新加坡啊哪里的，我们先讲今天你要选择怎样的一个 hosting。 那如果在我们的公司就是 New Pages， 我们是会选择让我们的顾客的 hosting 都是放在 CyberJaya 哦，你们的跟我们的网站你们的 host 在 CyberJaya。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CyberJaya？ 因为 CyberJaya go secure even 能 AAsia 都是放在哪里。那这个整个 CyberJaya 其实它也是有拿到很多 certification 的，包括它是一些就是一些交接点等等的哦，它甚至还有拿到这个那个 ISO 20000跟 ISO 27001这些东西。好，这个东西我就不提多，我只是大概跟你们说，就是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 hosting 在哪里，然后为什么你要选择好的 hosting， 因为好的 hosting 它会 provide 你好的 security。 那有好的 security，这样子基本上你的网站会面对问题的发现率就会降低哦，降低。
第三，我们来讲 SSL， 可能讲到 SSL 这三个字，对不对？很多人都会 confuse 什么是 SSL 哦。那如果我跟你讲它名字叫做 Secure Socket Layer， 哇，你更晕，到底这个什么东西来了？什么叫 Socket Layer？ 做网站需要 Socket 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所谓的 SSL 就是很简单，就是所谓的 HTTPS 哦。有 HTTPS， 现在你可以看到哦，你任去任何的网站。只要 HTTPS， 它就有一个锁头，它就会跟你讲，你的这个是比较，你这个网站是有 secure 的。那如果没有所谓的 SSL，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的 HTTP 它就会写这个 not secure。那如果 visitor 来到你的网站，他懂这个关于这个 SSL 的，他看到哇，这个网站没有 security 哦，这样子是不是很危险？会有这样的分析。可能有些人哦是想要跟你找东西的，但是因为你的网站哦，就是因为 HTTP 的关系，他可能离开了你的网站，这样子也就错失了良机，好，错失了良机。好，第四 ，IPv6 啊，这些东西我今天我都不跟大家讲点一个的，我讲的哦是大家听得懂的，甚至是小朋友可能也听得懂的哦。来，我来讲什么是 IPv6。如果我来讲 IPv6 的历史啊，可能你们听了你们会晕，哇，什么是 IPv6 啊？为什么需要 IPv6？ 我直接重点跟你们讲 ，IPv6 它的名字叫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那没有 IPv6 的网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有时你会看到，你去 Google 没有问题，你去 Facebook 没有问题，你去 A 的网站没有问题，但是来到 B 的网站哦，诶 ，No Internet 哦。还是 the site can't be reached， 你就会觉得第一个哦，你一定会去怀疑你的 WiFi 有问题，看一下你 WiFi 没有啊， WiFi OK 啊，然后你去回 Facebook OK 啊，去回 Google OK 啊，去那个网站又是不可以哦，那就是因为这个网站没有所谓的 IPv6， 所以会出现这样子的 ，either 是写 no internet，either 会写 this site can't be reached 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们的网站哦是没有具备所谓的 IPv6， 然后你们又去做广告，去丢钱 blast 广告。那今天你的 visitor 刚好没有 IPv4 的，他来到这个网站看到这样子空空，你认为他会给你下单吗？他不可能给你下单，因为他根本都不懂你的网站长什么样子哦。所以为了确保这样子的话，我有做一个 QR code 给大家，你们如果用电脑哦，你们可以 scan， 如果你们是用手机，可能你们可以 screenshot 下来，然后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网站放在这个网址，你就知道你的网站哦到底是 IPv6 还是 IPv4。好，我给大家大概一个十秒时间啦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可以 scan 的就 scan， 可以 screenshot 的就 screenshot， 好，好，接下来第五个，刚才我们讲八个嘛，现在进入第五个了，第五个叫 CDN， 啊 ，CDN 又是什么东西？它叫做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那什么东西又是叫做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呢？其实很简单的，它就是它的 function 哦，其实就是加快你的速度，也就是不用所谓的 delay， 没有的 delay。好像比如 example， 我们的 hosting 在 Cyberjaya， 那今天一个顾客如果是去美国，他如果要从那边回来 Cyberjaya 回去美国，会用它很长的时间，所以你网站的那个 speed of load 就开始变慢，变慢的时候人家不耐心就会离开了。那如果你讲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复杂，我就来跟你讲，就好像比如今天我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我要吃我的腰豆，我去跑去放腰豆的地方拿了几粒腰豆，拿了过后过来这边吃了过后吃完了哦，我又要去，然后我又走过去，然后我又再拿过来，所以这个东西变成要加长时间。 CDN 就怎么样做？ CDN 就是我把整罐腰豆直接放在我的面前，想吃就吃，这个叫做 CDN， 就是减低 delay 的速度哦。你们应该没有想到了，其实我们做每一个动作啊，就是我们去打 www 啊 ，enter 啊这些动作，其实都时时都在所谓的叫做 upload 跟 download， 也就是今天我打 www.abc.com， 我一 enter， 它其实是 upload 过去 server 拿东西的，这样，哎，这个 IP 哦，它要去这个网站，然后就很快弹回来，这个叫做 process 哦，所以你有 CDN 哦，你就减低那个 delay 的东西。好。第六，我们讲叫做 CMS， 中文我们通常叫做后台管理哦，通常都叫后台管理啊。那什么叫前台？前台就是你的网站哦，人家看到东西叫前台咯。
也就是一个演唱会，那你看到台上的，你们看到门面的啊，那个叫做前台咯，后台就是那些所谓的做音控啊、化妆师 啊那些叫后台啦、哦、好，接下来什么就是 CMS 的全名叫做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可能几乎上你们有网站的，你们可能都会有已经有后台管理。那如果没有后台管理的啊，还需要那种就是想 upload 一个东西就要打电话给网站公司，哎，我今天我有一个东西要 upload， 帮我 upload 一下，然后 email 给你，然后你等了三四天哦，没人理你啊，那个叫做你没有自由，你没有所谓的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那么把劝你哦，快点去改成自由 management system 的哦。好，通常我们一般呢、啊、我们看到就是有在用 CMS 的顾客，一般哦他们都是会用所谓像Joomla、像 WordPress 啊、像 WooCommerce、像 Drupal 这些 system， 我们都叫做开，都叫做 open source 的一个叫做 management system。 然后一般的网站公司他们都会应用哦这几个来做的，来帮你们做。那今天我想介绍你们一个后台管理，这个后台管理我称为叫做新时代的 CMS。 什么叫新时代的 CMS？ 也就是这个后台管理它是有手机版跟电脑版的、哦、新时代我们讲过的，今天你手机不能做成交，手机不能做事，那么你一定是落伍了的。那么 你还想要用那些什么东西，你拍好照片，比如去一个地方你拍好照片，然后你储存了那些照片过后在你手机，然后、哦、你回去你又要打开你的电脑，然后要插 cable 把那个照片 transfer 去电脑，再从电脑 upload， 这个是非常浪费时间的。请记得时间是金钱来的。那今天如果我介绍你一个 CMS， 就是这个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它是有手机版本，而且它是可以在 App Store 啊，在 Play Store download 的，就是你可以用你手机 anytime 你要拍照这些 upload， 拍照这些 upload 非常的方便哦。所以记得你们可以去咨询一下新时代的 CMS。 好， next。Sorry， 所以哦，为什么我们需要做所谓的优化？哦，刚才有讲了吗？有后台管理，现在我们需要做优化。那优化其实我们都叫做 optimization 哦 ，optimization。那所谓的优化，其实我们讲吸引人嘛。那正确，直接可以讲到给你们明白的，就是我 CMS 啊 ，sorry， optimization， 它会让对的人在对的时间找到对的产品，找到对的服务。那当然希望那个他找到的对的产品跟对的服务是您公司的产品，所以你应该要做这个是 optimization。 那今天我们来讲 optimization 里面，我们马来西亚人比较熟悉的，我们都是会用所谓的 Google、哦、Google Search， 叫做 Google 搜寻引擎优化。那今天 Google 在全世界是排名第一，在 any 的 country 其实应该也排名第一的，大家在马来西亚肯定是排名第一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哦，其实哦，认识 Google 的人是 95%， 也就是 95% 的人是通过直接去 google.com.my 或者是 google.com 找东西的。所以这边我称为就是 Google 无人不晓哦 ，Mr. G 没有人不知道，小朋友都知道什么叫 Google， 只有我以前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 Google， 因为那时候 Google 还不出名。好。所以我再送大家一句话，就是其实有了 Google 的时代，有了新时代，没有您不会做的事，只有您不想做的事。我不懂大家认同吗？什么东西不会问 Google， 什么东西不会问 YouTube， 什么东西不会请上网，你就会了的、啊、包括这个 MCO 期间很多人不会煮哦，都变成会煮是因为都时常上 YouTube 找东西吃了些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讲 Optimization。 那如果 optimization 除了在 Google 以外，你也可以寻找一些像 business platform、 business portal 的，当然我们的顾客对不对，我们都已经有给他所谓的这一个叫做new pages so called online， 那个是我们的 business、哦、帮顾客做好那个曝光率。OK， 不好意思，刚才可能断线哦。OK， 所以哦，我们这里有 provide 我们的顾客一些就是一些 business portal， 我们一个叫做 newpages.com.my， 我 QR code 也是做好出来的。我们为什么会讲到我们这个 business portal 呢？因为这个 portal 每一天 average 浏览量是大概整20000人左右，20000呢。那你的产品
在这二十千人刚刚好有，我们讲啊，1000%看到你的产品啊，来跟你做 inquiry 啊，你真的就是找到你的要的顾客了。所以一样咯，我们给大家5秒时间，你可以啊 screenshot 或者你可以 scan 来看一下到底 New Business Condomize 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可以看现在它浏览量是多少，我们是透明化的给人家知道的。所以它是 www.newbridges.condomize 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QR code 来 scan 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讲第八个就叫做网站分析哦。网站分析就是通常一般的网站啊，他们都会应用叫做 Google Analytics， 就是来看一下啊这些 visitor 啊来我的哪一个页面啊做了什么东西等等的。那我们今天其实有其他的software 它也是有 provide 不一样的 report 的，其中包括像我们公司我们也是有 provide 给顾客不一样的 report， 就是我们讲的分析报告。你可以看啊，你的 visitor 是从哪里来的，从 Google 来，从 Yahoo 来，从 Facebook 来，直接来都可以看到，甚至他在你的整个网站啊做了什么东西啊，找过什么字啊等等。这些报告可能你们看起来不重要，但是这些报告其实是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你增加你的 marketing， 增加你公司的曝光率哦。但是你要会去应用这些报告。好，所以我们 recall 回来，整个网站的八大原则就是这八个东西，也就是你要 domain 是属于你自己的 ，hosting 要用对的地方 ，SSL 需要有 ，IPv6 要有，然后需要有 CDN， 要有后台网站管理，然后。这个网站哦是可以帮你做优化，就是 optimization 的，是可以吸引人家来的。然后要有分析报告给你，知道你顾客在做什么事，然后帮你做得更加好哦。所以这个是进入我第二个 topic 完了，然后我们来进我们第三个 topic。好，所以刚才我们讲的，你有剧本你有具备那八个我们讲的八个原则，基本原则啊。你就可以把你的网站当成是你365天24小时的营销员。好，接下来我们来讲引流哦，引流。那今天你懂流量，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流量哦引流过来哦？这个是连续第三个了哦。第一个我们讲 O2O 过后，我们讲你需要有自己的网站，然后有具备什么条件。那个这个时候我们来教你怎么样做引流。引流方面哦，有很多 free 的东西可以用的。好，第一，可能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引流。请问大家，如果引流的全名，大家大概知道吗？有去想过吗？什么叫做引流？然后它的名字又是什么东西？那今天我直接跟大家给了大家看啊，引流，它叫做吸引流量。就是有流量的地方，你就是想办法把它吸引过来。有些人讲是去流量多的地方借流量，有些人讲是拿流量，那倒不如你讲吸引流量。这些人是自动帮被你吸过来的哦，你不用去找他。好，所以我们来讲，像我本身以前我在一个工厂上班的时候是做 marketing 的，然后当时人家也讲网站好。我就开始 OK 了，网站好，签网站。接下来他跟你讲 ，e-commerce 好 ，e-commerce 可以直接卖 ，sales 会很多的。OK， 我也拿 e-commerce。接下来，人家讲 YouTube 也是很好的，开 YouTube account，Facebook page 不可以错过，开 Facebook page。接下来 Lazada 好，上 Lazada，Shopee 好，去 Shopee。那么。你用了公司这样多的资金去做了这些事，我不懂在座的大家哦，有没有试过这样子的？就是人家讲什么好，你就去做，到头来哦，你都不懂为什么你做。如果有了，可能请按一看有吗？我自己是肯定有了啦，我自己，所以我按一，我自己有过，就是猛叉叉的做，我们叫猛叉叉的做。懂不懂好也做，总之就是听要有销售去做。好，接下来那我们来讲，我就讲出当时我的心情啊。当时我做了这样多东西过后，你看到吗？我不是 sales 来了，我不是机会来了，我是什么？我是危机来了。什么事叫做危机来了？我看不到订单，我完全看不到订单，你知道吗？极恐怖。几个月，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过，
那时候的时间呢，你会发现哦，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下子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但是没有订单。所以当时我的心情是这样的，紧张怕。老板没有问，中文没有 sales， 中文没有 sales。然后老板是什么 better？ 老板就是这种胸高高的哦。这两个 emoji 刚好都是 Facebook 有，所以我直接来应用哦。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烦恼了，到底哦那个流量在哪里？到底流量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去找。最后我做了什么决定？我开始做 push 什么东西？开始用 WhatsApp 啊。开始用 Facebook 啊，开始用 Facebook page 啊，一直使命去找人家 like 我的 page， 然后一直 brush 那个 WhatsApp 出去。我现在有 offer， 你可以去上网买。然后跟人讲，我自己找你买可以了吗？我不要，你要去我的网站买，然后去我网站，然后你 take 那些 offer， 然后我给你 voucher， 就是一直要人家在网站运作哦，网站运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哦，我在做的这个工啊。根本没有应用到所谓的流量，也没有做所谓的引流、哦、还是靠自己、哦、用传统方式去 text 人家，哎 ，support 一下，我现在没有 sales， 老板问我了，这样子用我们叫用关系营销啊，这个叫关系营销，用朋友啊，用家人的关系啊来帮我买，然后买的时候又不可以直接跟我买了，一定要上网买，然后上网又要 sign up 才可以买，然后过后哦，我发现到一件事 ，yes。老板不认为那些 sales 是 sales， 他只会认为那些 sales 是你的，你叫人家的，不是 sales。哇，那时候崩溃，我跟你讲，真的是。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事，你们应该有跟我感同身受。好，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讲解什么叫做流量，到底流量是在什么地方？可能你们大家都知道了，流量我们可能分啊，流量有在 Facebook 啊，有在 Instagram 啊， YouTube 啊， Google 啊，可能 TikTok 啊，可能是 WeChat 等等哦。那我们来讲流量最高的三个地方是谁？还是 Google， 还是 Facebook， 还是 YouTube？ 所以 Google 是排名第一， Facebook 是排名第三哦，YouTube 是排名第二。这些流量是非常大的地方，因为 Google 人家不用再去 Google search 了，他直接去 Google.com 都卖。YouTube 他们直接去 www.youtube.com， Facebook 他们直接去 fb.com。 那我们来讲大概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一下、哦、分析一下，就是你可以看到哦， Google 啊， Facebook， Instagram 啊，他们都有所谓的叫做直接流量、搜寻流量还有社交流量。所谓的社交流量对不对？什么叫社交流量？就是通过 social media 来 share 一些 link，然后你们通过 social media 去 get 这些 link， 你们就是你们过去哦，它是属于是社交流量。搜寻流量哦，就是你会去你的可能 Google search 啊、Yahoo 啊去打一些字，按 enter， 那个叫搜寻流量。那直接流量，什么叫直接流量？直接流量就是我直接知道你，我自己 www.dot 可能 vinstead.net 我这样子的东西哦。好，接下来我讲现在我们懂流量吗？流量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应用一些引流的工具？那其实引流工具哦，我一放出来哦，我看大家都会叫了，因为你们都看到哦，这些东西都是我在用的 ，WhatsApp 啊、Zoom 啊、Call 啊、Instagram 啊、Facebook 等等的。这样子你们会不会去用？因为这些很多都是 free 的，你们去好好的去应用。那今天有工具了 ，Sorry， 你今天有工具了，我再跟你们讲一个恐怖的东西，你看啊。我没有给你们直接上哦，我给你们上下跌跌一下哦。这个时候你有流量了，你有工具啊，你就开始在用哦。可是有时你会发现到僵尸出现了，僵尸啊，什么叫僵尸？有发现到什么吗 ？WhatsApp 两个勾，一都不回，他是不是僵尸？他真的没有回你哦，因为你这东西他根本不需要，他觉得。这个什么，这叫晒黑哦。接下来 ，Facebook 很多个 like， 但是哦，全部是僵尸粉丝。也就是今天很多人做错一个东西哦，他们都认为 Facebook 哦是越多人 like 越好，但是你应该要找的是 potential 的 lead， 不是越多人 like 也好。今天我一万个人 like 的，那一万个人九千个人是外劳，谁要买你的东西，对不对？好。好，接下来，那我们来讲引流的对比。
那我今天就来分析，可能有一个面叫做 Mr. A，一个叫做 Mr. B，那他们其实同样都是在卖 A 的产品，哦，做一样的 campaign 在 Facebook 卖。那今天 Mr. A 有2000个粉丝在他的 Facebook page，那 Mr. B 呢？Mr. B 只有200个粉丝。那通常我们会讲，哇，粉丝多了，机会肯定大。这样子的话，购买力也变强，可能2000个100块的 product 1000个咯。那 result 呢？result 我们发现到哦，Mr. A 只有20个 result，那 Mr. B 有100个成交嘞。你看啊，100个成交，2020个成交，你就发现到其实他就是僵尸粉丝太多了。那 Mr. B 的粉丝虽然是两百个，但是200个的80%可能都是 potential customer 来的。那我们来分析 Mr. A 采用什么方式，Mr. B 采用什么方式。那 Mr. B 其实他有200个粉丝，那的成交率就拿了100，这是 Mr. B 啊，因为他用的是所谓的 pull 的模式，就是吸引人家引流过来的，做 marketing 的。那 Mr. B 呢，他是用 push 的方式，一直找人家，喂 brother 帮我 like 一下，喂 sister 帮我 like 一下，然后再找朋友 like，甚至去买 like。但是这些 like 到底是不是真正是对你的产品的 like？所以你发现到哦，二十个成交而已，因为这些 like 哦都不是你要的人。你有发现到吗？你们去找这些人来 like 你们的 page 哦，怎样讲啊？他不需要你的产品的时候，他真的是看了就算了，他完全不会停留的，没有停留就没有机会。因为我自己也是发现到的，我时常都有很多人 invite 我啊来去 like 他的 page 啊，这样子我点脸我可能去 like 咯，但是他的产品我真的是不会去看的。只要真正打动我的人，我会自动去 like 他的 page，不用他请我，我都会去 like 他的 page。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讲引流，你应该要知道的就是你现在懂流量在哪里啊？你要去把它引过来，引过来，这一个才是你要做的事。好，所以我们来讲策略。现在你懂了，懂跟做事不动不一样的哦。你今天有 strategy，但是你没有去做，你永远都像木马，就是那个木马，木马也是有动啊，一直在动，一直在动的，没有停的，但是它永远哦都在原地。哦，所以请不要做这种事。你每天要去知道，懂跟行动是不一样的。你要懂，你要行动，那才是 pair 的。所以我们讲，现在最主要、最红的，大家都看到是什么？做直播。哦，像我们这样子，现在我们也是属于在做直播。每个人，我相信这段期间啊，不管是老板啊，不管是员工啊，不管是男啊、女啊，不管是 Andy、Uncle 啊，不管是年轻人啊，大家都想做直播，随便随便都 try 一下。给你看他家里 activity 也是 try 一下，怎么样都要 try 一下直播。今天没有做直播，好像跟不上那个趋势，跟不上那个潮流样子。所以我也没有忽略了啊，小弟 Vince 我也是开始做直播了。好，所以在整个策略里面，其实我们有分成4个，也就是你要运用所谓的文案，要会写一些字文案哦。讲真，不用去写到很 professional 那些的，只需要打动人家心的文案即可。视觉拍照。你要拍摄怎样的照片？你要拍出怎样的 video 来吸引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关系营销，刚才我在前面已经讲过2、3次关系营销了，就是用朋友啊、用家人的关系啊、用可能同事之间的关系啊，来帮你做一些营销。还有做所谓的 direct，叫做直播。那今天你会讲文案，人家外面卖很贵；视觉，人家教拍照，那些全部是很贵。做直播又要有直播的 strategy 才可以做。那其实我跟你讲，其实这东西很多都是 free 的文案，你可以去 Google 找一些可能适合你文案啊，去找一些样子，然后视觉去看人家拍那个照片怎样去拍，去 Google Photo Image 上面找。但是当然你不要直接拿人家照片来用啊，那个方法啦，你可以 copy 他的 style 怎么样去拍那个照片哦。然后直播的还有做关系营销，这个时候我又发现到一个东西哦，最近哦整个 Facebook 啊，都是爆满的课程，有没有发现到？超多的课程，超多各种不一样的课程。这样子，这个时候我每次跟顾客讲了，你要去分析一下，到底哦，这些人是让你给钱他教你赚钱，还是今天这些人哦，是你给钱他，听他怎么样赚你的钱？不一样的哦，他教你赚钱，跟他教你。跟你看他表演讲赚你的钱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你们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上了这个整个课程，他教的东西是我做到的吗？是我真的可以做到的吗？那今天我听完他教的东西，我还是不能做到，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给钱只要听他看你赚钱还？那今天如果你上了这个课程，对你是有帮助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你有见到东西哦，你有见到东西。因为一般哦，他们讲叫你做，比如像 landing page 的课程那些啊，他真的没有让你哦，是上完这个课你就自己会做，你还是要请教别人，你还是要去一些公司去 subscribe 这样子的东西嘛。好，好，接下来我们讲引流模式哦，其实又分成两种，也就是所谓我们讲的 push and pull。刚才我也是用到 push and pull 嘛，哦 ，push and pull，push 哦其实是所谓的销售，也就是卖东西。Marketing 哦是帮你吸引人的哦，做 branding 做 marketing 的。好，所以我们来讲，我把 push 跟 pull 模式哦，其实在 Google、Facebook 也可以看到的哦。在 Facebook， 你们认为 Facebook 哦是属于哪一个模式 ？push 还是 pull？ Pull 的 push 的模式。push 模式，对的对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哦 ，Facebook 是属于 push 模式，是推的模式。你可以看到哦 ，Facebook， 你在刷 Facebook 的时候啦，你看到很多不同的 sponsor， 可是每个 sponsor 哦，真的是你要看的嘛？你会看到哎，很多东西都不是我需要的，但是为什么会找到我？因为他是猜的，所以人家做了广告，他 blast 出去就是了，是人我都发，我不管那个人喜欢你。我也不知道那个人喜欢不喜欢你，我总之我发就是了。那今天可能你在 Facebook 的广告被吸引到，可能比如讲找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哦，你买了一次，买了一次过后，哦，有时你会突然发现你想 re-order 的时候啊 ，re-order 的时候啊，你忘记你去了什么网站，为什么呢？因为他用 push 模式嘛，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可是你不是对他的公司，你被 push 了，你买了，但是这个网站你去 Google 啊，你看回这个名字啊，可能 lucky 哦，你可以看回他的盒子啊，看回你 receipt 啊，找回那个名字，去 Google 找，然后你看到哎，哦，在 Google 找到他的网站了啊，这个时候改天哦，他买东西他一定记得你了，他记得你公司有卖这个产品，他不是记得只有这个产品。那通常一般在 Facebook 我们 push 模式都是产品服务，所以永远你只知道这个服务这个产品，你不知道来自什么公司。所以我们想给你知道的是 Google 它才是可以让人家认识你的产品又知道你的公司，哦，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哦，引流，不管是引流也好，不管是我们讲 offline 也好 online 也好， offline 可能还行得通， offline 你可以所谓的hard sales，哦，但是在 online 哦，你千万不要 hard sell， 因为我们看过直播，哦，它也是有分成几种的，有一种直播是一像有没有看过哦，在巴沙马拉带就买的，是类型像这样子的，就是跟你讲我产品极好啊，今天你不买你会怎么样啊，就是一定要下单的，那种是属于有点 hard sell 的。还有另外一种哦，是属于知识性的，先跟你讲这个 product 有什么功能，它怎么样可以帮助你，然后它那个在它自己本身应用了会怎么样，然后才开始卖你。啊，那也是属于销售的一种。那还有一种哦，是给知识的，完全是给知识的啊。那个是属于我们讲的，就是啊，是 marketing 的。还有另外一种哦，是属于娱乐性的，可能啊，最近的 live 你们也可以看到啊，很多有些是听歌的啊，什么等等啊，那些是属于娱乐性跟 branding 的。那为什么我讲不要过度 hard sell？hard sell 时候你会有这种 feeling 的，就是推啊，被推的感觉。OK， example 啦，今天不管是男是女。你们其实就算你们的出满了，你们是不是都想买鞋，都还想买衣服，因为我们人哦是天生的购买者。但是你又发现那个东西哦，你今天走在一间店，你看到诶这个鞋很像很不错这样哦，可是哦你走进去你才看了几秒，你就发现到 salesman 走进来了，有那个 sales girl 啊，或者 sales 走进来了。如果你真的想买这个产品，你可能会留下来听他讲。那今天如果你不想买产品的时候哦，你可能哦，他一走过来你直接走掉。我不懂在座大家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自己本身也是啊，有时候我看一个东西哦，你不过来，我可能慢慢看哦，可能我想买了，可是一过来哦，我直接走掉。我觉得哟，这个人要来卖我东西，你看我看久啊，等下 explain 我久了啊，然后我不买啊，等下骂我，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我觉得哎呦，等下我不好意思啊，没有买啊，
会有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去做 hard sales 哦。好，所以 OK， 所以有整个主题哦，三个就是刚才我们有说的，就是 all to all 营销啊，我们有讲到网站虚值啊，有讲到引流啊，所以这三个就是今天我用大概整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子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咯。所以请允许我大概用一个大概十分钟内呢，来介绍一下大概我 New Pages 是怎样的一个公司，然后为什么有时我会跟顾客讲为什么你需要选择我们。好，所以 New Pages 其实我们本身哦，我们是有13年的经验，其实今年进入第14年了哈，13年的经验。然后本身是 MSE Malaysia Status Company， 我们也是 Malaysia Board of Record Holder， 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研发叫做 OneSync， 然后我们也是Mynet Authorized Reseller， 就等于我们不用经过 third party 来买 domain 的。然后我们其实也是阿里巴巴的channel partner。然后在这13年里面，其实整个 New Pages 我们都研发了很多个 platform。 为什么研发那么多个 platform？ 都是要帮助我们顾客做好更加多的曝光率，然后让他们哦有机会得到 sales， 这个是我们的宗旨，就是帮顾客做到生意。好，接下来我们在2019年，其实我们也是荣获两个奖项，也就是新洲楷模企业奖，还有就是 SME Platinum Award， 这些是要 thank you 我们的一些的我们的 royalty card 什么。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其实我们也是 online media partner 来的，我们就是一些大大小小啊 exhibition 的一些online media partner。也就是他们的 online 广告啊都是由我们在帮他经营哦。好，所以大概做一个缩短，就是我们New Pages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超过3500个客户，然后我们有超帮顾客 ranking 到 Google 第一面的 keyword 是有超过27000个 keyword， 再加上我们有多过 1.1 million 的 product 是放在 newpages.com 卖，所以很多人都会来 newpages.com 卖那边找他们要找的东西，然后它也是一个给你多一个机会，多一个曝光率，多一个生意的机会。好，所以接下来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今天您不做，您的同行其实很多个已经在开始做了，然后如果您不要照顾您的顾客，放心，没有问题的。你的对手很乐意的帮你去照顾的，他们不会嫌麻烦的，直接把你的顾客变成我顾客算了。哦，好，所以我整个的这个 concept 就到此为止，然后就把棒子交回给阿 Jack。OK， 谢谢 Vince， 谢谢 Vince 精彩的分享。OK，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一下。OK， 所以第一个东西呢，就是OK， 那 sorry 啊 ，OK， 我们先来个 Q&A 的 section。So 有没有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要问一些问题的，现在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关于你的网站啊，如何去鉴定啊，又或者是关于一些网站啊、网络营销的东西可以发问啊，像我们的 Vince 发问，有没有？可以啊，如果你 SA 啊，你们不知道你们的 domain 啊，是不是你们的公司啊，等等啊，这些你们都可以发问，但是可能你们也可以直接PM 我也是可以的，因为可能在大众嘛，也不方便这样子问。如果你们觉得大众不方便问的问题哦，你们可以直接 PM 我的，我的电话号码是我直接写在 chat 那边。如果你们认为有些是比较 PNC 的，你想问的更多你都可以发问，你都可以直接来 text 我了，都没问题的。OK， so 有吗？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进入这个 summary 了，今天的总结一下。好。OK， so 今天的总结一下呢，互联网是一个战场 ，OK， 它可以造就英雄，也可以万劫不复。所以，在互联网上呢，我常讲的一句就是，对你的产品、对你的市场要够了解，那么非常清楚你在做些什么东西。那么，因为互联网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交通工具，全世界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所以它可以一下子就让你在一夜之间造就你是成为一个红人、一个英雄。OK， 但同时如果是讲忽悠的情况出现的话呢，那么它会造成的万劫不复。OK， so 要做对的东西了。OK， so 接下来呢就是 what is SEO， SEO 就是
你要跟 Google、Facebook 这一些去做朋友，然后必须去做朋友。你没有跟他做朋友的话，那么他要怎样去泼墨你的东西？所以机器跟机器你要做朋友 ，OK？ 所以你要把你的网站去做 SEO。那么这一个专家方面呢，大家可以找 Vince，OK？、Okay? 所以刚才有讲到的就是一个 hosting， 到底是 hosting 是什么呢？Hosting 就是类似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较容易一点的比喻就是啊家 ，OK， 路面就是我们的门牌 ，OK， 我们的地址，我们的门牌。那么 Hosting 就是家，所以它就是存东西在里面的一个东西，那个路面是住在那一边的 ，OK。那么接下来呢，刚才有讲到一个东西呢，就是啊 IPv6，OK，、okay? 就是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那么基本上呢，很多人就会啊，为什么会有 4 会有6的东西呢？啊？这个东西其实啊，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IP 就是 192.168.1.120 这一些数目字。那么 IPv version 6的话呢，那么它就是多了两组出来啊。比如说 IPv version 6的话呢，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IP 192.168.1.120.1.2.3.4.5.6那么它基本上呢就比一般的数目字多了一组出来，比如说一般的数目字呢只有 192.169.1.0 罢了，那么 IPv version 6的话是多了后面一个 120.10 出来，多了两组出来，那么是比较新型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你的 server 你所用的 hosting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么它会造成啊对接不当，那么就会显示出你的这个网站呢是啊 invalid 的，人家就看不到你的东西，就连接也不要进去了的。OK，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OK， 然后再接下来呢，刚才有提到的这一个 CMS system 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我们讲后台管理系统。它是能够把你的资料储存进去，那么你不需要，你有了 CMS， 你就不需要说啊，你要请一个很专业的人士，会 program 的人士去 program 你的网站啊，去换你的图片啊，还是等等这样的东西。那 CMS 就像我们的 Facebook 这样，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大头照换掉啊，那么我们就去换掉，就一个功能，就一个后台系统，我们登录进去去换掉就可以了。那么啊，人家看到我们的 Facebook 的时候就另外一个，所以 Facebook 这一个东西呢，它也是用了 CMS system， 就是我们的个人的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这个东西啦。OK， so 刚才有讲到的这一个 report， 就是所谓的 Google Analytics。那么 Google Analytics 呢，只是其中一个工具，它可以记录到你的浏览量，就是说人家看你的网站。在哪里一个网站停留多久等等这个东西。那么除了这个东西呢比较我们可以常听到的也就是 Facebook Business， 如果大家有做 Facebook 广告的话，可能会看到一个东西叫 Facebook Business，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啦。 OK， so 很多人会误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流量。 OK， 比如说现在 TikTok 是用户量现在是最高的，不是流量最高的啊。 OK， so 流量跟用户量是不同，用户量是比如说啊，我是 Facebook 的用户，我现在在用着Facebook， 所以我是成为 Facebook 的用户。那么如果我是没有 Facebook account， 我偶尔会进来看一下啊，那个叫流量。 OK， 所以我们讲引流方面，那接下来我们讲引流方面。引流方面呢，我的建议呢是越做到越精细越好。 OK， 比如说为什么刚才 Vince 会讲到，我们有时候在 Facebook 的广告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我其实我都没有对他感兴趣，然后我又没有跟他有产生的任何关系，之前没有跟他产生任何的关系，那为什么他一直会出现在我的这一个 Facebook 的 page 这个 sponsor 这边呢？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些做广告的他们是撒渔网，就是说我只要华语会华语的人，打个比方啊，我只要会 看华语的人去看到我的广告。所以如果这种方式做来讲呢，你就会非常的花钱。所以你会看到这么我花了这么多钱可是拿不到这种效果，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是想要做的话，那么做到越精细越好，那么你必须对你的产品的了解，你的定位在哪里，那么你的这一个东西，你的服务或者是产品，你是解决了什么问题，那么你的直接对象是谁啊？比如说现在你出这个产品 A， 这个 A 的产品或是 A 的服务，那么你针对的最主要的对象是谁啊？可能说你可能会讲小孩跟老人家都适合，可是你最主要的东西针对是谁？一个产品你最主要针对的是什么东西，是谁？那么这一群人
最多的地方是在哪里，那么你就往那个地方去。所以你必须对你的产品更加的了解，更加的透彻，然后你的定位要很对，你能够给到什么东西，给到什么solution去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一个才是营销最主要最主要的目的。那么最主要的目的我们知道了，那我们才能够去做这个文案等等这一个 setting。 那么当然你本身的网站和工具这些是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是没有东西放的话，没有东西学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收拾一下，不要随随便便去放。因为网站在网络上面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放什么，宁愿不要放，那么你去请教专家，不要去请教 Wins， 那么知道了过后你才来去做这一个东西。因为网站是给人第一个印象，如果你第一个印象给人家不好，那么你不会有再 第二次机会。因为网络上是另外一个战场，讲究的是速度，今天你慢了人家快了，那么 你的流量就跑过去人家那边了。 OK， 所以今天我的补充就到这里。那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Vince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so far 是 OK 了，因为刚才我看到有一位还有问关于那个 pay， 对，是还有问的，可是我刚才在 comment 有回了啦。 OK，他问的是 PayPal 跟那个 IPATS 什么来的。 OK， 他们其实他们都是 payment gateway。所谓的 payment gateway 就是当你的网站想要变成是网店，也就是我们讲的 e-commerce， 那么 e-commerce 要给人家方便很快直接的给你钱，还你的就是跟你下订单，那你想要 secure 这个 payment 嘛，那 secure 这个 payment 你就会通过像IPATS 啊，可能像PayPal 啊， EGHL 啊， SunPay 啊， UPay 啊等等，这些都叫做 payment gateway， 它是一个网站的一个附加功能。那这个功能其实主要就是帮你做收钱，但是请记得每个 transaction 是有 extra charges 的，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 transaction fee， 就是用它的 fee。 然后至于几巴仙，那个就要看你们的公司怎么去跟这些公司去谈那个价钱了。好，对然后 PayPal 是外国的，然后目前是 support 了 Malaysia 的，那么 IPADS 是本地的啦。 OK， 他们就是像这个TM 这样子啦。 OK， 我们是提供服务的地方，那么透过 Internet 去到 Facebook 这样子，所以它是在一个中间一个 payment gateway 这样子一个东西。 OK， so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没有的话今天我们的 live 就到这里。 OK， 那么感谢大家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那么我们下一次的直播会在我们的 Facebook 的 announce。 那么也感谢 Vince 能够抽空来到我们 Evernote 的这一个直播。那么我们 Evernote 呢，这边我们就卖一下小小的广告，小弟卖一下小小的广告。那么我们 Evernote 呢，基本上呢，我们是帮助企业去做这一个 digitalized transformation， 就是说数码化的一个生计而转型。那么我们讲企业不一定要转型，如果你不懂转型，你不要乱转。 OK，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懂得升级去 upgrade 你的企业，你要 up level。 OK， 你不 up level， 人家卸了很多招，人家用了很多 level， 他上了很多 level， 那么你的企业就会慢慢的退步下来。 OK， 但虽然你是没有退步，你是保持在那边，可是你不进则退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 face 我们 Evernote 呢，基本上呢就是做自动化的东西，就是所谓的 cloud based 的东西，就是包括怎样去帮助企业能够做一些自动化的应用，比如说 build 一个24小时的这一个网络营销的东西，去提供一些知识。那么再接下来我们主要的业务就是用有做这个 accounting， 然后 payroll， human resource time attendance， 跟这一个 customer management service， 还有这一个 point of sale system。 所以我们是一家顾问公司，也是一家软件公司，所以是属于的 IT consultant 跟 business consultant 这一块的。 OK， 然后在 last 一点， OK， 我们再回答的是最后一个问题。 OK， 关于这一个Gi Hen Lim 所提出的这个 FBX， Vince 有什么看法？一下子你可以，我看不到一下OK， 来我 bring 上来，你可以 bring 上来吗？OK， 至于这个FBX 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 online banking 咯。这个 online banking 其实像let's say 像你有申请的 IPATS 这些PayPal 等等PayPal 是你这个东西你要对的是 IPATS EGHL UPay
辣椒配这些，他们其实已经有富含这个 FBS 在里面了的，就是有 online banking 在里面了的。哦，你要跟他们了解这个配套，就是你要拿的是有 credit card 的跟这个 FBX 的，甚至有些 payment gateway 是可以 allow 可能像 easy payment 那样子的，但是它的 rate 可能就不同了。所以主要的一个 easy payment 的公司，它其实已经主要的就是帮他们做 slow payment 嘛，所以 FBX 啊 online banking 啊，然后 credit card 啊这些等等啊，他们都会帮你收的，主要就是帮你收钱，只是没有帮你收 cash 而已。OK， 所、so, 以谢谢啊、这一个 Vince 的解答。OK， 所、so, 以 FBX 基本上来讲，它就是像 DeepNow 这种一个提供一个技术、一个管道、一个东西去啊帮去做 transaction。那么这一些费用啊，不管是 iPad、ADA、PayPal 等等这些 FBX 这一些费用，都是针对商家所征收的。那么用户是不需要去承担任何的一些费用的，这些费用完全不需要的。OK， 所、so, 以今天我们的 live 就到这里。那么谢谢 Vince， 也谢谢大家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姐。OK， 拜拜，拜拜。